喜乐，就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。我感受你奇妙大爱，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。领受天堂来的喜乐，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。我感受你大能力量，你进我心中极大的风浪。哈利路亚，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，我心不能永久失望，因你是我生命力量。哈利路亚，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，主天喜乐现在充满我们。领受天堂来的喜乐，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。我感受你奇妙大爱，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。领受天堂来的喜乐，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。我感受你大能力，举起手来唱，哈利路亚，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，我心不再有求失望，因你是我生命力量。哈利路亚，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，祝天喜乐现在降临。神的喜乐今天要大大的充满你，神的喜乐今天要大大充满你。你们，神的喜乐大大充满在这里。主，因为你的名是全能的名，你的名是能力的名。Amen。主，平静一切的风浪，改变我们的生命。Amen。好不好？今天就用这首新歌，我们来宣扬，我们来宣告神的圣名。我要高举宣扬耶稣生命，
世人的心灵都要聆听，在他同在里充满了平安，宣扬耶稣。让我们一起来唱，我要宣扬，我要高举宣扬耶稣生命，黑暗枷锁就开始崩塌，宣告有盼望自由的生命，宣扬耶稣。你名是全能，你名是医治，你是生命，因泪都打破，黑暗都照亮，烈火燃尽。再次宣告，你名是全能，一起来，你名是全能。你名是医治，你是生命，因泪都打破，黑暗都照亮，烈火燃起。我要高举，我要高举宣扬耶稣生命，胜过。胜过一切恐惧和忧虑，唤醒每一个沮丧的灵魂，宣扬耶稣。你名是全能，你名是全能，你名是医治，你是生命。高举我们的神，我要高举，我要高举宣扬耶稣生命，谁看见恐惧和忧虑，唤醒每一个沮丧的灵魂，宣扬耶稣。我们的手一起来，你是生命，因泪都打破，黑暗都照亮，烈火燃起，你是全能，你名是全能，你是生命，因泪都打破，黑暗都照亮，烈火燃起。跟我一起来，在高声宣扬耶稣，街道上宣扬。耶稣照亮黑暗，战胜一切的仇敌，为我家庭宣告主耶稣的生命，耶稣，在高山宣扬耶稣，街道上宣扬耶稣照亮黑暗，战胜一主耶稣的生命，耶稣。
山穷水尽有路，但是上帝没有绝人之路，总在你没有路的时候会给你一条路可以走。告诉别人有路可以走，告诉他今天就有路，告诉他不要担心。我们看一处的经文，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，我们吃自己的穿自己的，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辱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经文到底在讲什么？这个地方在讲的到底是什么？你不能只看这一节，你就必须要往以赛亚书前面看，要看第三章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因为章与节都是后来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，法国的哈，那么他就读圣经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圣经没有章，就是说不知道读到什么地方，懂我的意思吧？哈，找东西不容易找，于是他就把它分了章跟节。听懂我说的吧？圣经原来没有章没有节，他把它分了章跟节。所以呢，当他分的时候，不代表圣经原来断句就断在这个地方，懂我的意思？他的意思是连贯的，所以很多时候你不要受他的影响，有的时候你要往前边说或者往下边拉，你才会知道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。所以如果你读到这里，你就会觉得奇怪，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就必须看以赛亚书第三章。所以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三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十六节到二十四节，因为我不能看全章，只看一点点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耶和华又说，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，行走挺像，卖弄眼目，翘步徐行，脚下叮当，所以主必使锡安的女子头长突疮，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。到那日，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穿、法网、月牙圈、耳环、手镯、蒙脸的帕子、华冠、竹链、华带、香盒、符囊、戒指、鼻环、吉服、外套、云肩、荷包、手镜、细麻衣、裹头巾、蒙身的帕子。必有臭烂代替馨香，绳子代替腰带，光秃代替美发，麻衣细腰代替华服，烙伤代替美容。接着就说，七个女人拉着一个男人说，我嫁给你，我吃自己的穿自己的，但求我嫁给你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事实上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？是指的犹太人、以色列人当时的环境还不错，当时的环境算是一个好的环境，算是一个好的环境，在以色列历史中间算是一个被复兴的环境。但是虽然是一个好的环境，但是掌权的人欺负那些没有权柄的人，富有的人欺压那些穷困的人。以赛亚书第三章上面就提到，前面提到说，他们戳摸穷人的脸，然后你看到穷人头上的灰尘都流口水，到底是贪婪到这个地步，贪婪到这个地步，看到人家头上的灰尘都流口水，而且呢，你看到穷人的人没帮他，你戳摸他们的脸，而且你们这些有钱的、有地位的、有权势的，不懂得照着公义在那边审判，不懂得照着公义在那里治理国家。尤其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全世界都是一样，每一个政府、每一个政权，通通都一样。哪一个时代通通都一样，没有一个时代是没有这种事情的。好，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，你找不到一个时代是这种清清白白的，所以一直会有包青天的故事，懂我的意思？为什么包公的故事历代不衰，就是历代都期盼找得到一个包青天。但坦白说，一个包青天也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，好，也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，每个时代都有这种状况。所以他说，当有这种状况的时候发生什么呢？上帝的审判就临到。当上帝的审判临到的时候，战争就临到，亚述人就来了，后来巴比伦人也来了，这些人都来了，所以以色列人就在战争中间家破人亡，国破这个家破人亡。在这样的情况里头，所以才有第一节刚我们读的七个女子拉住一个男人。为什么？打仗中间男人死光了，就这么简单吧？为什么？因为家破人亡，走投无路嘛，走投无路怎么办呢？慌乱无助，只好了随便拉着人就说，请你帮助我，请你解决我的问题，请你帮助我，请你解决我们的问题。丢姐妹，在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自顾不暇，还有谁能够帮助人？
在那个情况中间，每个人都自己顾自己都顾不来了，还有什么办法去帮助人？在这个时候你就看第二节出现了什么事情。我们一起读第二节，一起来读，来，必华美尊荣，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。你注意前面第一节提到到那日七个女人拉住一个男人，这边第二节又提到说到那日耶和华的苗发生了苗华美尊荣。你注意通通讲到那日，到那日，好，通通指得那日，非常有趣。弟兄姐妹，在这里我一定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在以赛亚书中间讲那日讲了多少次你知道吗？以赛亚书里头讲那日讲了36次，表示在以赛亚先知中间看那日重要不重要？告诉我重要不重要吧。他反复的提到那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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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那日中间，我去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大部分的日子，不，只有少数的日子提到上帝的审判，但是大部分的日子提到到那日的时候都是什么呢？都是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祝福，上帝的救赎，上帝的赎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在那个灾难的日子，在那个饥荒的日子，在那个战争的日子，在那个走投无路的日子，七个女人拉住一个男人说请你帮助我的日子，上帝说什么？就在那个时候恩典来了。一起说恩典来了。再说一遍，祝福来了，一起说。救赎来了，一起说。在那日发生了什么事？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，他说在那日的时候有什么呢？他说在那时候耶和华发生了苗，必华美尊荣。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是耶和华的苗？对不起，刚来教会的人可能不太知道，耶和华的苗凡是以赛亚书提到，就是经常提的是谁呢？提的就是耶稣。提的是谁呢？就是弥赛亚。提的是谁呢？就是那个救赎主，从上帝那个地方产生的，从上帝那方差遣来的那一个救赎主要来。一起说救赎主要来了。他说他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呢？是华美尊荣。一起说华美尊荣。所以到那日的时候必有华美尊荣，弥赛亚耶稣要出现。一起说救赎主要出现。感谢上帝，当他们没有盼望，他们去找人请人来帮他的时候，他们发现只有失望，只有灰心，只有沮丧。而且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别人用一个冷冷的态度对你，你越求他你越伤心，越找他你越失望，越找他你越灰心。感谢上帝，这时候记得来找上帝。一起说来找上帝。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。我们很多时候用很多力量去找人，但不知道去找上帝。多一点时间祷告可以吧？多一点时间来寻求上帝可以吧？你找人经常都是好像有路，走两步就发现没路了，有没有这个经验？有这个经验吗？对不对？你觉得好像他可以帮你，但走两步就发现碰壁了。为什么？人的帮助有限嘛，人的力量有限嘛。但这个地方有一个施恩的主，有一个救赎的主，有一个万王之王，一个万主之主，他要帮助你。一起说上帝要出现了。上帝出现了才是他们的救赎，弥赛亚才是他们的救赎。记住在最绝望的时候上帝会出现，记住在最绝望的时候上帝仍然在他们的中间。圣经中间充满这样子的故事吗？比方在这个西西家王的时候，你们记得西西家王的时候，亚述帝国把他们团团围住，只剩下最后耶路撒冷城了。圣经描述那个耶路撒冷城像什么？像是田园中间的一个破烂的草棚，懂我的意思？田里头不是有农人做工的时候，什么休息一下啊，什么什么什么坐一坐，就是这样的一个草棚。它整个耶路撒冷就像是田园中间剩下来最后这一个草棚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中间，
在这样的情况里头，上帝说什么？不是故事怎么样发生的？西西家王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在那里祷告。先知以赛亚就告诉他们说，他们怎么来，怎么回去？他们从一条路来，从七条路回去，意思就跑得要命，逃得要命，好拔腿就跑。果然，果然，果然，神的恩典临到，他们无处可走的时候，上帝的恩典临到，一夜之间，一夜之间，亚述人185,000人通通死光光，上帝的恩典临到，一夜之间所有的情况就翻盘了。一起说翻盘了。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。你看但以理的时候也是一样嘛，但以理他已经是被掳的，以色列当时已经过了西西家王以后了，以色列人就亡国了，但以理被掳了，但以理掳到什么地方去？但以理掳到巴比伦了，记不记得？当他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他跟他的朋友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这三个朋友被丢到火炉里头去，记不记得？哎，丢到火炉里头还有希望吗？没希望了。但是真有意思，真有意思，一个晚上那个火居然没有烧在他们的身上。国王晚上睡不着觉，那个尼布甲尼撒王晚上睡不着觉，晚上睡不着觉，早上起来就跑到火炉边上，就喊他们说，你们还在不在里头啊？打开炉子门把他们拉出来，发现三个人身上没有火燎的味道。什么叫做没有火燎的味道？就是没有熏腊肉的味道，懂我意思吧？什么叫没有火燎的味道？就是没有腊肉，没有香肠，没有烤肉的味道。好得很，毫发无伤的出来。一起说毫发无伤。但以理后来自己被丢到狮子坑里头去，丢到狮子坑里头去，没有希望了。但第二天早上国王来到狮子坑边上说，但以理你还在不在里头？但以理说，国王欢迎你进来一起喝咖啡，欢迎你进来。你看到没有，在狮子坑里头告诉我上帝在不在，在火炉中上帝在不在？告诉别人，火炉里头上帝也在。所以圣经中间才会有讲，大水必不淹过你，烈火必不着在你的身上，记不记得？那是上帝的应许吗？告诉别人，大水必不淹过你。你看见在但以理的时候，以色列王国的时候，上帝在哪里？上帝在巴比伦。上帝在哪里？上帝在狮子坑里。上帝在哪里？上帝在火炉中。以斯帖的时候也是一样啊，哦，那个亚哈随的王，那个昏庸的王，我告诉你，无王不昏。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情啊，你发现人们聪明，但是上帝的恩典临到的时候，以斯帖这个国王糊糊涂涂的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全部都杀头，在普尔日那天把他们全部都干掉。但是上帝呢？上帝自己借着以斯帖一个晚上把所有的东西通通都翻过来。弟兄姐妹，一个晚上可以翻过来，告诉别人，一个晚上可以翻过来。在绝望的时候，最危急的时候，上帝仍然在，他注视着你，他保护着你，他眼睛看着你。不但有着王，你看第二节第三节那里说什么，第四节说什么，他认识我们。你读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三节，留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什么？必称为什么？而且说记名的，一起说记名的。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。什么意思？表示一件事情，上帝不但来了，而且他认得不认得这些人，认得不认得，会记下他的名字，认得不认得。太棒了，上帝认得你。告诉边上说，上帝认得我。我们都很希望有人认得我们啊，觉得有人认得你就觉得有一点点名望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有一点点名气吧，哦，认得你就觉得很爽嘛。所以有的时候走在外头啊，这个有人认出我来了，说，哎，张牧师怎么怎么，哎呀，里头暗爽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嘴巴不觉得，你都暗爽。有一次我走在和平东路上面，就有一个小孩子跟着妈妈走过去，走过去以后就突然间跟他妈妈讲说，哎妈，我认得那个人。他妈就回过头来看我，哎，张牧师。我说对对对，有时候我们真希望人家认识我们，真是很虚荣很虚荣。有一天在一个餐馆中间呢，我走到餐馆就说，哎，今天在这里有没有人会认得我？你看心里头在暗想，你知道吗？
现在想，还想有没有人会认得我？正想的时候，上帝就骂我：“你这个家伙，在乎人认不认得你，你都不在乎我认不认得你。”告诉我哪个比较重要？这么小声，很多人没开口，你不要上帝认得你啊？谁比较重要？弟兄姐妹，上帝认得你比较重要。有很多人就喜欢跟人家聊天的时候表示自己很厉害啊，就喜欢讲：“哎，我认识某某总经理，我认识某某董事长，哎，我认识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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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处长，国家的什么官员，我认识谁，我认识谁。”告诉你，认识他们有什么用？认识上帝最重要，而且被上帝认识最重要。阿们，是不是被上帝认识最重要？真的吧？你被这些人认识有什么了不起？能够增加你一点什么吗？不会的了吧？不会的吧？一点都不重要。告诉别人一点都不重要。耶稣打电话才重要。阿们。耶稣打电话给你才重要，偏偏就是你常常不接耶稣的电话。告诉我是不是吧？你常常不接耶稣的电话吗？耶稣跟你说话你都不听吗？你还赖在床上吗？你还守着电视机吗？你就不听耶稣说话吗？上帝认识你，这是何等大的事。他认识你，他爱你，他叫得出你的名字。哎，我们常记不得别人的名字吧？别人忘记你，你也会觉得有点伤心吧？叫不出你的名字，你会有一点点难过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告诉你，上帝叫得出每一个人的名字。所以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有一个老牧师，身体不好，生病了，在床上，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去看他，就问他说：“老牧师，你要我读什么圣经给你听？”他说：“你读历代志上第一章到第九章，全部都是人名，谁生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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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”还是个年轻牧师就在那里读，然后就看这个老牧师一直在阿门阿门，享受得不得了。他又问他说：“老牧师，你怎么这么属灵哦？你都认得他们哦？”我说：“我读这个经文，你那么有感觉哦，我每次读他都跳过去。”老牧师说：“我都不认得他们。”他说：“那你怎么那么享受？”他说：“因为太感动了，这些人我都不认得，上帝都认得。”我们中间很多人，我也叫不出你的名字，上帝叫得出你的名字，上帝认得你。所以你不要瞧不起你自己，你不要抬不起头来，你是非常尊荣的，非常尊荣。你知道圣经中间讲，上帝把你记在手上为印记，刻在他的心，对不起，记在心上为印记，刻在他的手上为印记。知道上帝在乎你，你是上帝心头的肉。刚刚我的孙女到我办公室来找我，我抱着她，我说孙女，你是爷爷心头的肉。有个肉麻哈，但那是真的，那是真的。我说你是爷爷心头的肉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上帝心头的肉。不但他认识他，而且呢，第二个，他洁净我们。一起说，他洁净我们。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三节，刚我们读的，我们再来读一下。来，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。他用公义的灵将西安女子的什么？西安女子的什么？你记住，他讲到西安女子的时候，指的不是女人而已，讲到西安女子是指的就是西安城，指的就是整个西安的百姓，懂我的意思？他把他们所有的污秽都除尽。你记不记得刚读第一节的时候，那个西安的七个女子拉这个男人说：“请你把我们身上的羞辱除掉。”那男人没有办法除掉他的羞辱。但是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上帝可以除掉他所有一切的羞辱，把他所有一切的污秽统统都把它洗干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，没有人可以再定你的罪，因为耶稣的宝血洗净你。你看保罗
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他真是罪人中的罪魁。史蒂凡为主殉道时，他在边上鼓掌叫好，他到处抓人，把他发到监牢里头去抓基督徒，到处抓人抓基督徒，他真是罪人中的罪魁。但这个罪魁却变成神国中极重要的使徒。你看大卫也是一样，大卫要夺别人的妻子，还别人丈夫都杀掉，你看杀人的丈夫夺人的妻子，这种人真是该死，告诉我是不是？这种人真是该死。但是呢，上帝洗净他的罪，所以大卫在诗篇上面说了一句话，得赦免其过洁净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，记得不记得？他经验过那个赦罪的恩典，他知道被赦免以后这个人是有福的。感谢上帝，我也经验过他赦罪的恩典。我记得跟我妻子结婚之前，我就先告他，我说我以前曾经做过什么事情，我说我先告诉你，免得以后你知道。我说这样一个人你还要不要嫁？感谢上帝，他属灵的不得了，说我要嫁。这是有够属灵，这是有够属灵。幸好他做了这个决定，要不然光成就没有你了。我老大 OK 好了，上帝赦免我，上帝也赦免你的罪。我们教会中间，我的神学里头有两个弟兄，这两个弟兄以前都是同志，不但是同志，而且还得了 HIV 了，其中一个还得了 HIV 了。当他悔改了以后，你知道我看着他，观察他两年的时间，三年的时间，真的是悔改了。我说 OK， 你来读神学院。弟兄姐妹，我没有去讲他是谁，为什么？他被上帝赦免了，我为什么还拿他过去的事情来讲他？阿们。保罗在那边讲，如果上帝是不定他们的罪，谁还能够定他们的罪？但是很重要的就是，如果上帝不定你的罪，不要再犯罪。一起说，不要再犯罪。再说一遍。但是很多的问题是我们容易有一些残累我们的罪在我们身上，所以希伯来书上面讲说，要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。什么罪容易残累我们的？小罪。往往残在我们身上都是小罪。什么是小罪？就是一直说个小谎啦，什么占个小便宜啦，好，背后使个小诈啦，好。我告诉你，残累我们都不是大罪，而是小罪。但是我一定告诉你，小罪让你的生命能力慢慢流光，都是小罪。一点点小罪就让你的生命能力，就像一个球一样，皮球里头有一个小洞，看起来是圆的，但是气已经没了，你怎么拍都拍不起来，因为上面有一个小洞。弟兄们，你看杯子上头，如果瓷杯子，瓷杯上面有个小裂缝，小小的裂缝，小小的伤口，往往那个地方就是藏污纳垢的所在。那个地方最脏的就是那个小裂缝，是最脏，怎么洗都洗不掉。你生命中间如果有这些小瑕疵，都要在上帝面前把它洗干净，都要在上帝面前脱离。小罪让你生命能力流光，也让你的恩膏慢慢的失去。如同参僧，你看参僧头发剃掉了，他不知道，他的能力都在这里，参僧的能力都在这里，但是他因为一直活在那个淫乱里，活在那个淫乱里头，一直到有一天头发被剪掉，他都不知道神的恩膏离开他了。他出去，他以为他还可以像以前一样活动活动筋骨就可以打败敌人，结果呢，能力离开他了，人还是一样 muscle 还是一样，你注意哦，他的肌肉还是一样，但是神的能力离开他了。好多神的儿女，神的仆人犯相同的罪，靠着过去的一些的那种所谓的荣耀活着，靠着过去的恩典活着，在吃老本。一定要记住，什么东西会让人的这些东西，就是有些暗中的罪。什么叫暗中的罪？别人看不见，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往往是最脏的，床铺最脏，不是屋子里最脏的，椅子底下
床铺底下，五斗柜底下，琉璃台的背后，看不见最肮脏。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，最肮脏的都是看不见的地方，都是那看不见的地方。求上帝帮助我们，别人看不见的时候越发的活出圣洁。所以中国人讲君子怎么样，慎独，很重要很重要。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，有个爸爸带着一个孩子，小孩要进游乐园，那么就问这个卖票的说，这个半票到几岁啊？那么到这个几岁，这个游乐园就讲半票到11岁、12岁啊，12岁以后啊就要全票。他说哦，那我买一个全票。结果带着孩子吧，结果卖票的就讲说，你孩子这么矮，看也看不出12岁，半票就好了。他没有人知道。这个爸爸说不，全票。为什么？孩子知道啊，孩子知道他12岁啊。我不可以为了半票的一点点这点钱占这点便宜，让我的孩子学会了欺骗。他说你知道我养的是什么？我将来这个孩子要做法官的，这孩子要做律师的，这孩子要做国家的官员的，怎么可以是个说谎的呢？记住，所有别人看不见的地方，上帝都看得见。而且记住，不单是外面的污秽要洗净，里面的污秽也要洗净。这是耶稣在这骂法利赛人的嘛？记不记得？他说：“你只洗净杯盘的外边，但杯盘的里头重要啊！不要只洗净外头，不要外头做得好看，里头要干净。”所以耶稣在保罗在这讲，外边做的不是真以色列人，里头做的才是。第三个，他指引保护我们，一起说，他指引保护我们。以赛亚书4:4-5一起读来说，锡安全山白日有烟云，黑夜有火焰的光。这是什么？这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啊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云柱有火柱，白天有云柱，晚上有火柱啊，干嘛？陪伴他们，干嘛？与他们同在。弟兄姐妹，上帝知道你，上帝洁净你，上帝还要引导你。一起说，上帝要引导我们。你要跟随上帝走，就走一条蒙福的路，就走一条蒙恩的路。如果你不跟着上帝走就完了。所以上帝有讲过迷羊的故事，走迷了路的羊。你注意，那个羊如果走迷了路，很自然怎么？第一个不是走错路而已，他走迷了路以后会怎么样呢？盗贼就把他抓去了吧，什么虎豹豺狼就把他吃掉了吧，没有牧人的羊就被吃掉了吧，随便乱走路的羊就被吃掉了吧。小心一点，你知道撒旦寻找吞吃那些失丧的人，记不记得彼得前书上面讲，他说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，在那里要寻找吞吃那些失丧的人。你知道撒旦会，对不起啊，那些如果你去看会被狮子吃掉的那些动物，都是离群的动物。听懂我说的？离群就被吃掉，你离群就被撒旦吃掉，就这么简单。第四个，他要点燃我们，一起说，他要点燃我们。以赛亚书4:3，我们一起读来。你注意，刚我们就读了公义的灵之后，还说一个是什么？一个什么？焚烧的灵干嘛？焚烧灵就要把我们点燃嘛，是一个焚烧的生命。一起说，焚烧的生命。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。很多人生命是冷冷的，弟兄姐妹，你的生命是冷的还是热的？感谢主，很多人没回答，你的生命是冷的还是热的？比较多一些人回答，还有人没开口。你的生命是冷的还是热的？弟兄姐妹，你看我讲到是热的还是冷的？你看我跟别的牧师讲到有一个不同在哪里？还真聪明，这不会回答，都不知道这个马屁总要拍一下嘛。
一个有热的人讲到跟一个没有热在里头的人讲到一样不一样？告诉我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嘛。所以我常常跟我告诉我的学生，我说讲道的时候，第一个有道有理，第二个呢有火，第三个就是有道有理，第三个就是有火，没有火就不要讲道。你里头有火了，你才可以把别人烧起来。你里头有没有火？你里头是有怒火是吧？脾气的火是吧？啊，这种火就不要了，欲火更是不要了。你心中要一把圣洁的火，火在哪里？我告诉你，在信心中，你的火会被点燃；在爱心里头，你的火会被点燃。你看，妈妈爱小孩，爱到一个地步，拼了命也要把小孩养大。没有丈夫的只有一个人，非常努力要把小孩养大。为什么？他里头有火，他里头有火，所以呢，他可以去照顾孩子。里头有爱就会有火，没有爱就不会有火，在使命中就会有火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使命？这点很麻烦，大部分人没有使命，大部分人活着没有使命，很多牧师活着也是没有使命，所以他里头就没有火。在信心中，在爱心中，在使命中，在祷告中，火会被烧起来。我在说，在祷告的中间，所以如果你发现火熄了，就立刻跪下来跟上帝说，上帝要点燃我里头的火。你没有火了，看到哪边有火跳进去，到火堆中就有火。如果你边上人都是没火的人，离开他们，找有火的人跟他在一起。我在说，找有火的人跟他在一起。所以为什么说请你参加小组，至少小组里头有一点火嘛，你一根柴在那里燃烧嘛，独子难养，独柴燃烧嘛，一根柴很难把它烧到顶嘛，几根柴在一起才会烧光嘛。你的人生要被烧起来，我再说你的人生要被烧起来，要在使命中被烧起来，要在爱里头被烧起来。所以像刚我跟你们讲到那些孩子们在那个毒品中间，在什么中间，你听到我一讲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里头有没有火？我里头有火才会想说我要去帮助那些孩子们。但是上帝把那个东西放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得去帮他们。政府不帮我们要帮，老师不帮，校长不帮，我们要帮。这个叫做有火。怎么会有火？给黑暗中的人点一盏灯，给口渴的人一杯凉水，给沮丧的人一个掌声，给伤痛的人一个拥抱，给饥饿的人一块面包。弟兄姐妹，你点燃别人的时候，你的火也烧起来了。你点燃别人，上帝就焚烧你。最后他要祝福我们，一起说，他要祝福我们。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二节，我们一起读来。他说，地的出产必向，必为以色列逃脱人，就是以色列在战争中间剩下来的人，回归的人，上帝恩典临到的人。记得不记得我们现在讲的是以赛亚书第二章开始，四章嘛，好，第一章是说七个女人抓住一个男人，第四章第二节说有耶和华的苗要出现，他出现以后怎么样，地上面就恢复出产了。感谢主，地上恢复出产了。第二句话，战中的土地是荒废的。我要说，在那样荒凉留下来的这个景况中间，上帝说他要做他复兴的工作。上帝说这样的土地要重新充满上帝的丰收。如果这种地方都可以丰收，弟兄姐妹，你的职场上帝可以丰收，因着上帝你在职场中可以经验丰收。相信的你说 yes， 这么小声难怪那么穷，相信的你说 yes，你说三个 yes， yes, yes, yes。 很多人不开口你就会过穷日子，跟你说心里相信口里一定要承认，这是我一直讲的，那不是我说的，那是圣经中间说的。
工作是上帝的命定，上帝在职场中心可以祝福我们，这是我相信的。一起说，上帝可以祝福我们，上帝可以让我们经历他的丰富。你看圣经中，你看见亚伯拉罕，上帝祝福他，一个这个什么移民人来到了巴勒斯坦，大家发现上帝的祝福让他像王子一样。他的儿子以撒在荒年的时候，上帝让他在那个地方经历百倍的收成。好，然后你看见尼希米，你看见但以理，国王看见说，这个人身上有上帝的灵，这个人身上有上帝的智慧。弟兄姐妹，别人要看见你身上要有上帝的智慧，你要好好祷告上帝，拜托你好好祝福亲近上帝，拜托你好好的读神的话，拜托你好好听张牧师讲道，可不可以？前天一对夫妻不在我们教会聚会，他现在在别的教会，他特别来这里，他说几年前在我们这里聚会的，他现在搬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他说来这里聚会是他生命中心最低潮的时候，他说因着牧师每个礼拜听你讲道，让我里头有力量可以胜过我的低潮，所以现在我一定要回来谢谢你。他说上帝祝福我有妻子有儿女，他说现在我老二出生满月了，所以送你一个满月蛋糕。他说我一定要谢谢你，你的信息救了我，如果我的信息可以救他也可以救你。一个人从有一个礼拜四的晚上祷告会的时候，我走到门口就看到一个小女孩，对不起我讲小女孩20来岁的，看到我的时候又哭又笑又跳，一个人在那里转圈圈，这样子一边跳一边笑。她说我终于看到你，我终于看到，我说孩子怎么了？她说牧师我从厦门来的。她说当我高三的时候我整个人要崩溃了，我要他们有那种他们不叫联考了，他们叫高考嘛，哈。他说我要崩溃了，根本活不下去。他说每天晚上我听着你的信息睡觉，他让我度过了那难关。他说现在我大学毕业了，我特别来找你谢谢你。第二句话，不是我的信息帮助你，上帝的信息可以帮助你。我只告诉你，不论环境怎么样，地上有荒年，天上没有荒年。我再说，天上没有荒年。一起说，天上没有荒年。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。所以基督徒不是靠地上活着，基督徒靠天上的丰收活着。所以你要经验天上的丰收，大家都发财你也发财没什么了不起，但是大家荒年的时候你经验恩典，这才叫做恩典。我祝福新天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祝福你一直要养成一个习惯，记住上帝的祝福包含天上有百倍，不是在天上有永生，在地上有百倍，这是耶稣说的。我再说，这是耶稣说的，在天上有永生，在地上得百倍。求上帝帮助我们天天祷告上帝，紧紧跟随上帝，这是经历上帝的时候。上帝的祝福一定会临到基督徒的身上，一定会临到基督徒的身上。今天我们一起呼喊，荒年算什么？荒年算什么？再来一次。荒年算什么？再来一次。荒年算什么？